啊，这个才在录，好。哎呦，对，我把灯关掉，没关系。嗯 ，OK。原来刚刚我们在洗头的时候都没录到。没关系。我们的王子在洗澡了，洗香香了。我已经洗完了。头已经完成。王子好棒棒哦。今天好久啊，今天几号？今天19号。今天19，那啊没有，今天20哦。对啊，今天不同嘛，20。今天20号。我才27天没洗。那还好啦，也没什么味道。最后一点，你身子如果把它弄掉，哎，会跑掉？不会，哦，也不会。嗯，来，快一点。好像在洗一头马一样。快一点。王子，你要乖乖跟我是朋友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帮你买鸡脖子哦。看到我要友善。王子，王子，人家挤肛门线嘛？不挤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吃肉骨啊，就根本就不用洗。哦，就不用。它大便稍微有一点硬度啊，它一用力就喷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它接着大便，它大便是这样子来接的，它一用力，那个线你就喷出来了。哦。你们那个没有挤啊？对啊。快点！冲水喽？还没有。还没有，怎么刷了才冲水？对，再冲第二遍。然后还再刷，再洗一次。嗯，这个是就刷刷洗洗就可以了。先把那个脏污的先给它洗掉。洗澡大概都可以知道它的体重。为什么？升降，其实。久了，养久了，它体重大概
烫的时候，你大概一摸那个就知道。哦。他现在应该比以前胖吧？有没有？他现在就差不多40的样子。我就给他维持在39到40，他大概没有差不多这个范围，39到40.5。欸、我上次在 FB 看过，你那个美国还是哪里，帮狗洗澡用一个圈圈，有没有？是一个圈圈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这样套过去，然后整个冲水这样子，可是这样子怎么套？我上次看网上一个，我一下也想不起来，要给狗。用水刷，我觉得那个不好用。就是一个圆圈圈嘛，然后这样喷水，然后这样刷过去这样子。它好像是一边洗一边刷，我觉得那个根本就冲水冲不干净。哦，对了，那水柱水柱比较小了。你用柴油东西要冲了一大量的清水去冲的时候。